커버를 또 새로운 것들 해보고 싶었습니다. 我在想说我要在苦恼当中，然后想说我要cover一些什么样的歌曲。 1년에 한 번씩 타이핑에 공연하러 올 텐데. 因为之后的话，我一年之后每一年都要来台北演出嘛。 그때마다 좀 다른 셀리스트로 한 것 같고. 所以应该每一次都要带着不同的曲目。 아 만약에 1년 뒤에 제가 솔로로 오게 됐을 때는요. 如果一年后我 솔로 过来的时候. 네, 솔로 앨범들에 있는 곡들을 많이 부를 수 있겠네요. 我应该就有办法唱很多的 솔로 专辑里面的歌曲喽。 네. 그래서 뭐 여러모로 준비를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所以我应该会准备的非常多样的。是，原来如此哦。那我们在刚刚第一个阶段，我们真的整整的聊了一个小时，明珠。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来准备很多有趣的游戏哦。我们来看看我们准备哪些有趣的游戏呢？来，请看。哎，放点明珠。好，接下来呢，这个环节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明珠跟我们在场的大家音感怎么样。
听不出来到底要玩什么，对不对？好啦好啦，简单的来说呢，待会呢我们会播一个音，然后呢我们看明珠还是大家谁最快可以猜出这首歌的歌名，还是听不懂，对不对？好啦，我们来听一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小天使请出题。我从那边听这边的问题，好，正确答案就是 Infinity 的 Man Enough。여러분도아시겠죠大家都知道对吧是吗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首歌来一起看남자가사랑할때꼭한이상내마음을뺏어내주고싶은게참많아입니다我们呢知道大家很快就可以猜出来，所以呢这一次我们难度有提升哦。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正式来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首歌是什么。자다시한번주세요再一次好了，再一次。真的只有这样子哦？哎，小天使真的只有这样子哦？好像真的只有这样子哎，应该有提示吧？네힌트있으면은들려주세요有如果有提示的话请用来我们看一下提示诶蛮明显的哦정답 Infinity 了、哦、正确答案就是 Infinity 的안나요네이거이노래입니다答对了吗好了好了我们看一下下一题是什么呢哎怎么只有这样이거좀너무한거아니야이건太过分了吧자좀만더길게혹시있나요可以再长一点吗再长一点자힌트주세요네给我提示吗来看提示看起来有点아는사람有人知道吗 Dilemma 是吗아 Dilemma 정답 Infinity Dilemma 是 Infinity 的 Dilemma 吗吓我一跳！当时怎么猜对这一题的？超厉害的！我刚好像听到声音是从那边出来的。정말대단한데이거갑자기승부욕이생기는데요다음문제빨리주세요突然有胜负欲了，请问下一题吧。来认真听，我跟你说，下一题真的有够难的，因为下一题是两首歌合在一起，《小天使》。정답은 Infinity 的是아니에요不是吧？是吗？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提示？아이거두곡을맞추는건가요설마这是要猜两首才对吗？两首，两首。설마이게끝인가요뒤이후좀없나这个已经就是最后面还有吗？还有提示，还有提示，我们来看一下。힌트힌트힌트어됐맞춘나什么什么什么？错了，错了。刚刚对半了，对半了。나스뭐야잠깐만데스티니랑그다음에뭐지데스티니跟什么呢데스티니랑뭐지아는사람有人知道吗어제뒤에분后面的那一位시차맞나요데스티니시차是데스티니跟时差来我们来아니가听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好了小天使正确答案정답뭐죠뭘까요正确答案그럼왜뒤에보셨어요이거죠
다른 뒷모습을 보이시는 마 Got me dripping, dripping the emotion I can't kick it away Because of you You got it. 第一首歌很快就猜出来了。哦，근데왜나침반이나침반이뉴이모션쓰였을까요？为什么这个指南针会是뉴이모션？뉴이모션 MV 里面 ，MV 里面，哦 ，MV 里面有。상당히어려웠던문제였던걸로。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题哦。超级难的。자다음질문好了，没关系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자이거저희노래아닌데요这不是我们的歌曲吧？이거그거잖아챌린지노래인데这是那个挑战的歌曲吧？嗯，好，我们直接来看答案是什么。이거시나몬그챌린지인데요来看，先看。이걸로했어요잠깐볼까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다시한번느낍니다我又再一次感受到喽。대본은꼭제대로一定要好好的看脚本。여기야바비큐러자한번다시보고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再看一次来挑战哦。그때제가어떤정신으로저걸했을까요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做这个挑战？보고하시나모어예자해보겠습니다我们来试一次喽。저이한테가잘안돼요不太会做这个爱心哦네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哇谢谢明珠给明珠热情的掌声好不好我们带来这么可爱的大耳狗好啦好啦好啦我们会大家还喜欢吗这只是我们其中一个游戏哦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进行第二个游戏要跟大家来一起进行互动的哦也是大家的服务时间了大家有没有看到你的椅子上面有一个 A 跟 B 对谢谢我们一个 AB 的牌子待会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全场的大家一起来여러분들이거굉장히재밌는게임입니다那这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哦정말말도안되는질문들이나오거든요会有一些很不像话的一些题目跑出来的哦한번재밌게한번해주겠습니다一起来快乐的玩一下这个游戏好、네、那我来看一下哦获胜的人呢大家的可以获得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明珠的签名海报里面还有明珠除了签名海报之外还有体香제가요즘에이걸위해서공항에서그향수를가지고열심히뿌리고다닙니다我说为了这个东西我一直在这个带着这个我的香水在到处喷啊열심히할때마다한장한장칙칙칙칙뿌려서每次我签一张就在上面一直疯狂的喷哦그럼첫번째문제한번시작해볼까요我们直接看第一个问题好吗来我们等一下看第一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讲一下游戏规则待会呢我们邀请大家全场请先站起来待会呢对我们要来回答问题那答错了就要坐下来最后我们会选出七位幸运的朋友 Lucky Seven 可以获得明珠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哦大家准备好了吗嘿你的 AB 大家都有 AB 吗我们确认一下 AB 的牌子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待会真的要那个好好的来遵守规则哦如果大家没有遵守规则的话礼物我们会没收好啦开个小玩笑大家都很紧张哦好来马上哎，题目真的超级难的哦来马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第一个题目是明珠手上拿着笔记本是什么颜色 A 橘色 B 绿色非常明显嘛超级无敌明显让大家热身一下哦所以正确答案是 B 绿色
好，如果呢你刚刚不幸呢举了 A 的朋友，不好意思，要麻烦你先坐下来了。那这题非常明显就是 B。好啦，马上就来进行下一题，真的要来了哦。来，下一题，看一下下一题的题目是，来看一下，认真看哦，这边要认真看哦。好，盒子里面有下列哪一个物品？저도사실잘기억이나지않습니다정말不太记得了굉장히예상치못한질문我没有办法想到是这个问题哦난이거볼때마다과연어떤질문들을준비했을까너무기대가돼요我在想说到底会准备什么样的题目我非常期待자 A 는개고 B 는생선 A 的话就是螃蟹 B 的话是鱼민준你有答案吗예你自己有答案吗저도잘모르겠는데요我也不太清楚저라면여기서떨어져서앉을것같아요我应该会在这题就错了要坐下그기억이안나지만찍어보자면저는 B 생선이지않을까虽然不确定了但我猜可能应该是 B 好来大家来请回答来举好哦举好哦举好哦好我们要来揭晓咯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저라면여기서탈락입니다如果是我的话在这里就已经淘汰了啊如果你是举 B 的朋友请坐下辛苦了大家第一题第二题了齁好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大家继续加油来我们看一下下一道题目是明珠的这个照片里面有多少灭火器很难翻，因为他照片有点久。来，我们来定一下生死好了。明珠，你还记得刚刚那张照片底下有几个灭火器吗？来，小天使，不然我也不记得耶。저도여러분들똑같이초록색깔그걸보고있었습니다我一直在看那个绿色的那个东西啊。天哪，这一题真的会被讨厌死哎，怎么办啊？来啦，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好不好？来，请回答 A 一个 ，B 两个，请回答。好好，如果你是回答 B 的，我们就继续站着吧。OK， 哇，有够难的。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题目是什么呢？这也是影片题哦。我杀了金门的，난상관없으니이놈을잡아라죽여라아씨어다행아나도저를믿으십시오벗어지마벗어지마안돼나도잠시만이리형편안한발솜씨가날살렸구나다시는来直接出题了题目就在下一秒钟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我们下一句说的话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还是再也不要射箭了有答案吗好下好离手哦好小天使请揭晓다시는말을써주면再也不要射箭了如果你是答 A 的朋友请坐下哦大家都真的这部剧看得很认真굉장히정말추죠大家真的很会猜哦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大家继续挑战来下一题오늘들은소리중에제일큰것같아요今天听到的最大的这个叫尖叫声吗？安德，喂，题目就这样子说出来了。接吻之后做了下列哪一件事情呢？是哪一个？把手插进口袋呢，还是抓头呢？请选择。好，好，选择好了。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是。选 B 的朋友，大家真的好乖哦，好遵
守游戏规则哦。你们是不是觉得第一次觉得可以站这么久很开心？罚站我到最后吧。来，我们器具继续来看一下下一题。这两个人喝的饮料是什么颜色？明珠，你有答案吗？没有答案。모르겠네요我也不清楚哎。너무짧아너무짧아太短了吧？볼까요결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好吗？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跟看一下答案是。난이걸지금계속맞추고있는지금서있는사람들이너무신기해我觉得还站着你们真的太神奇了저는아까2번에서떨어졌거든요我刚才第二题就已经错了와哦我们来看一下哦哇这边都还有很多中间这一区真的很多哇这边真的超厉害的来听说接下来两题都超级无敌难在别的场次当中大家都败在这两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呢下一题哦这题的题目是什么呢？照片中的明珠穿的衬衫上面有条纹吗？请选择有还是没有。很快哦，一下子就一闪而过了。好，小天使，请揭晓。正确答案是有。不好意思。哇，这题目挺难的，是吗？题目真的太厉害了吧？真的超难的。我来看一下还剩下多少人哦来这一区的朋友还剩一个两个好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还有二十二个人来大家持续加油了接下来下一题也很难哦要仔细看哦好的欢迎听你的大家加油来我们看一下下一题认真看哦好来在刚刚的影片当中明珠到底有没有系鞋带呢请选择好下好了一手哦明珠你自己有看到吗이거는봤어요이거는풀었다아닙니까这个我有看到应该是没有绑볼까요한번来看答案来我们看答案没有绑好人坐下什么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뭐재밌게들도는모양인데왜지금술깨나한모양이야나는어题目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冒出来了明珠在剧中使用下列哪一种书写工具是用铅笔还是圆珠笔请选择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铅笔所以选 A 的朋友继续站着吧哎，你们快要把我们的题库用完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题这要认真看哦我觉得这题有陷阱请问明珠被击中了哪一个部位？好，请问是被击中脸颊还是额头？请选择。好，下好离手哦。这题真的有一点陷阱。来，正确答案是啊，是脸颊。选 B 的朋友不好意思，请坐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几位，可以把牌子举高一点吗？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嗯，我们的礼物只有七个哎。就只有七个。뭐만약에포스터여분이준비가되어있었다면상관은없는데혹시될지준비되어있나요如果我们还有多的海报的话是没关系的，有吗？有吗？有吗？네어이네이네제가이따가했어요제가다른곳에드릴거빼서먼저드리면되니까네아
我就把其他的不要给其他人了，我就先把它拿来这里先给你们好了。对，现在跟那维达三一团，对，就好，所以先让他先收到咯。好，我们感谢明珠，也恭喜我们获胜的朋友们，第一次觉得罚站这么久很开心，对不对？真的。 일단은 저는 이 코너가 가장 재밌습니다. 어떻게 또 이런 신박한 질문들로 우리 오브랑 인스피드에서 당황시킬까? 저는 볼 때마다 항상 2번, 3번 문제에서 떨어집니다. 마지막까지 살아남으신 여러분들에게 경의를 표하며 真的是在最后，我觉得非常大家非常敬佩大家给我到最后。받으신분들모두축하드립니다。在这恭喜大家，可以收到我们的礼物。是跟大家呢也度过很开心的时间。那我们也很舍不得，因为我们的活动时间也快要结束了耶。怎么这么快？但是明珠还是有准备惊喜给大家，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你想要吗？你想要吗？ 接下来就是明珠帮大家准备的惊喜环节哦，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明珠准备的礼物吗？嗯。네, 뭐 이제 선물 박스인데 일단 다섯 개가 준비돼 있고 하나는 꽝이 있습니다. 没有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礼物箱哦，那其中的话其实有一个是明信惠顾的哦。 괜찮아요. 그렇지만 꽝은 거의 안 나올 확률이 높으니까. 我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没有收到这个明信，没有收到明信惠顾的这个几率的话是比较小。 제가 뽑아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抽一下咯. 来，等一下哦，我们来讲一下，还是要讲一下游戏规则。有六个，但是我们只能抽出四个项目。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号码是礼物箱是什么呢？ 여기 공이 여섯 개가 있으니까 뽑아보도록 할게요. 这边有六个球，我来抽咯。好。 哦，粉红色的，这是一二三四五号吗？对，五号，五号箱。对，来，我来看一下五号箱，我们来看一下五号箱的礼物是什么呢？哇！모자르면 제가 하겠습니다. 不够的话，我再多签一点。好，签名海报。 再抽下一个。好，来，到底是谁可以获得这个签名海报呢？哇！对，抽完之后，我数一下有几张哦，二、三、四、五，五张。好，来，先看一下第一位幸运的朋友是坐在 B 2区十排31号的朋友，恭喜！来，第二位，下一张，下一张是。 恭喜坐在 A 2区11排37号的朋友，恭喜！好，第三位。자 그럼 세장한번，三张。好，三张。好，来，我们恭喜坐在 A 2区7排39号的朋友。哦，恭喜。下一位。 恭喜坐在 B 2区4排49号的朋友，耶！好，来最后一位，마지막입니다。好，这个是坐在我们升降席的朋友，他是3号。3号，恭喜！好，谢谢。那也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待会呢去找寻我们这几位幸运的朋友。자 이제 꽝의 확률은 5분의 1로 줄었습니다. 那我们现在抽到明星会顾只剩5分之1的几率咯。 2번입니다。2号。来，我们看一下2号是什么礼物。여러분 이번에 폴라로이드 사진이 굉장히 잘 나왔습니다. 这一次的拍摄真的非常好看哦。 이게 첫 번째 거. 第一个。 두 번째 건. 이게 각자 다른 것들을 다, 아 이거 뭐 들고 있는 거냐면 뭐 주신 거 중에. 포켓몬스터의 몬스터볼에 포켓몬 들어있는 거 들고 찍은 거예요. 我拿着这个神奇宝贝的宝贝球拍啊。 네, 이렇게 준비를 한번 해보았습니다. 好，我们看是哪三位幸运的朋友呢？我听到哦啦哦啦。
以及 A 三区十三排五十号，恭喜！好 ，A one 加油 ！A 三区十三排五十四号，恭喜！恭喜这三位幸运的朋友哦！待会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去找你哦。光을안뽑는지가굉장히신기한데다음한번뽑아보도록하겠습니다来我们来抽都还没有抽到明谢惠顾加油哦这个球6번哦6号6号6号我们来看一下6号是来我们看一下先 ECD 有아니왜이렇게반응이좋아왜이렇게최고제가제가솔로앨범을내서적었는데3장뽑도록할게요저3장으로나도 A1 한번뽑고싶어我想抽到 A1A3区12排64号이많은것중에안나온다고这不多里面竟然没有抽到吗아니분명히이렇게하면서뽑고있는데저이제뽑아보도록할게요네저이슬롱오 B3 区252号恭喜恭喜축하드립니다우선축하드려요恭喜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已经抽了三项了我们还有一项的礼物也是最后一项그러면세개중에하나는꽝일수도있겠군요저삼개당중화인가식이게식은제외고로뭐야뭐야아무것도없는데꽝인가지금꽝이야지금아니시로시로3번입니다2열산3号我们看一下3号礼物箱是뭐야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아맞다이거제가아까써놓겠습니다자宝贝，이거야이거야이건데해볼게다시있어라오늘하루도고생많았고잘자고내일도힘내요宝贝，이와나宝贝，이와나맞나想对吗你们这样睡得着吗好啦我们礼物都已经抽完了耶可是东西都拿出来了要再推回去还够있나几个还有什么可以抽的吗일단은포스터가한장남아있나아그러면은방금확인해본결과제인이어로 CD 가두장이더있다고합니다네이걸마지막으로한번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근데어떻게 CD 가있지 자 CD 두장 CD 两张这个是大家好紧张哦可是我前面被我截上面有截到哎这个是也是一区然后包几排15号的这一张我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序号他的 ID 我们看一下 ID 号码好了814344931 在上面这边有写你们的序号上面有这个吗814344931 ID 我们有没有序号前面被截到了12993575有没有这个序号12993575因为他刚好那个裁切线被裁切到了혹시안계신다면다른분을如果不在的话就选下一우선은먼저한장我先抽一张这张好可惜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B2 区
然后呢，它的排数这边，这应该是二排三十八号。二排三十八号。계신가요？在吗？그러면이게혹시지금방금불러든일련번호가我刚刚喊的这个流水号是不是？아거기계세요？在那边吗？축하드립니다。恭喜你！恭喜！이렇게사인시비같이이렇게해가지고해봤습니다。这本专辑两张就也送出去喽。네。对。可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们明珠帮大家准备了很多礼物，是不是可以给他热情的掌声？哇，现在真的，我们这一次2024金明珠亚洲巡回见面会，真的要不知不觉来到尾声了耶！一部굉장히빨리진다는데있죠我就跟你们说，在第二部下半场的时候，真的会很快。일단은뭔가이번에와서일부에는배우적인관련된이야기들을하고여태까지근황과那在上半场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这些近况，还有我演员生活的这些一些活动内容哦。그리고이부에서는가수관련된어떤그런노래부른다든가여러분들에게어떤선물들을이것저것하는이벤트들을해봤는데요在下半场的话，就跟大家介绍了身为歌手的我的一些故事，然后也跟大家一起玩了一些游戏，给大家一些礼物哦。저는우선오랜만에타 귀여워이러이러면서들어오네可爱哦。저는어쨌든오늘너무나여러분들이랑같이즐거운추억을안고왔는것같습니다我觉得今天好像真的又跟大家留下了非常多很好的回忆哦。또이제1년안에온다고약속했으니까한번꼭한번더방문해보도록할게요因为我也跟大家约定好一年要来一次嘛，所以我一定会再过来的哦。우선고생하신우리 MC 분께도너무나감사드립니다我们先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非常辛苦的主持人。是。非常感谢明珠，也谢谢在场大家。其实我个人呢，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个舞台，我也觉得非常有荣幸的，可能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呢度过一个2024年6月16号独一无二的一天。在场的大家，不管呢你是第一次来，或是年年都有来，我们都要永远记得这独特的一天哦。接下来呢，我要将这个舞台留给明珠，跟大家有机会再见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감사합니다이번에는아까제가인터뷰아인터뷰인가아까제가말씀드린인피니트곡을하나불러보려고합니다刚有跟大家说嘛，我要为大家唱一首 Infinity 的歌曲。네이번투어에서는이제이노래로아마들려드릴거고다음에또다음노래들려드릴게요리얼스토리입니다这一次的话为大家带来一首歌，下一次应该会是准备不同的歌曲哦。今天开心吗？我今天，我今天，开心见到你们。一直很谢谢大家，谢谢。好好。오늘도넌내게물어사랑하냐고난그저웃음만왜또그말이야그래도또너만울어너무아파도늘같은질문에늘같은대답뿐이야그말이그리어렵냐고
해도 신경 쓰고 있어.